原标题宋朝一次影响国运的惨败，原因居然是向来听招呼的主帅这次没听话，历朝历代开国的军事将领都是名满天下的，以兵弱著称的北宋在开国时期也是有着极强的将领和军队。北宋开国时期璀璨夺目的将星就是以儒将著称的曹彬。儒将曹彬，曹彬是有名的儒将，在北宋初年的南征北讨中总会出现他的身影，他总是作为主帅，在皇帝无法出现的时候负责指挥军队。宋太祖、宋太宗两兄弟也总是放心地将军队交给他处置，让他全权处置军队的大小事务。曹彬与历史上的名将相比，军事能力只能算得上中规中矩，但是他却有着其他宋朝将领所没有的优势。此人极其听招呼，总是严格按照皇帝的命令办。曹彬身处的时代距离五代时期那种骄兵悍将胁迫皇帝的时期并不久远，皇帝需要一个听话的人为他管控军队到远方征战，更为重要的是约束宋军军纪。在北宋伐后蜀的战役中，宋军糟糕的军纪就造成了极大的问题，两路大军只有曹彬的军队军纪严明，最后才稳定住了局势。一直严明军纪的宋军能在战场上赢得人心，让所过土地上的人民对新生的宋王朝充满希望。只有在曹彬约束下的宋军才能达到人民心中的天兵形象。归根结底一句话，曹彬带兵领导放弃不敢亲扔的皇帝宋太宗，自高粱和失败受创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皇宫穿上过铁甲，他的男人气概只能在女人的肚皮上取得。可是九州之地仍然缺少幽州这个最重要的地方，既然自己不想打就让自己手下去打吧。四下一看，还是有儒将之名的曹彬最合适。当时宋朝已经抵挡住了辽兵连续三次的攻击，辽景宗也在南征途中病逝，现在的辽国只剩下孤儿寡母了。这对孤儿寡母还要平定四方的叛贼，形势对宋朝一片大好。宋朝上下针对上一次高粱河失败的教训，决定放弃对城池的攻占，全军转为野战，以夺取燕云全境。当时的兵力部署是左中两路分别由潘美和田仲进率领，右路主力由曹彬率领。当时宋朝的方略是以左中两路的偏师沿燕山山脉前进，利用山路峡谷不利于辽国骑兵运动的特点，使宋军机动到幽州附近，对辽国幽州全境之敌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右路的曹彬对辽国重兵集团起的牵制作用，不使辽兵对其余两路形成兵力优势。当两路偏师到达位置之后，就是曹彬的大军主动进攻的时机。这个计划根本所在就是利用燕山山脉的阻隔作用，将辽兵包围在幽州地区。曹彬是这个口袋底，而其余两路是扎口袋口的。之所以将曹彬任命为右路主帅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太宗皇帝有着自己的考量。首先，曹彬率领的重兵集团必须保证他们对赵家的忠诚，曹彬就是能提供这个保证的人。其次就是战略任务上并不要求这支队伍主动出击，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是牵制辽兵保存自己，不让这个口袋阵失效。曹彬虽然不及其余将领的领兵能力强，但是在严守军纪听从命令上却是一把好手。一个持重的将领是最适合这支队伍的将领。公元986年正月，太宗皇帝下诏伐辽，临行之前，太宗皇帝又一次对右路军提出了要求，这个要求只有两个字，持重。辽国对宋朝的进攻极其重视，辽圣宗太后将在外征讨叛乱的辽兵召回，并全权交给耶律休哥率领。辽国上下用行动证明了辽国对幽州是不可能放弃的。宋军的进军此时可说得上势如破竹，哪怕是被要求以持重，
为根本的曹边军已连下多个州县，不过两个月辽兵防线就大大缩水，田仲进的中路军直接打到了飞虎口，距离指定位置只有一步之遥，只要到达位置，宋军就完成了对辽兵的包围，幽州也就自然回到了宋朝手中。辽国举国大惊，辽圣宗命令进军南下之元耶律休格一定要将宋军赶回南方去。宋军的左中两路虽然完成了任务，但是部队损失较大，只能固守已经拿下的土地，不敢做多余动作。耶律休格也明白宋军现在只剩下曹边一路主力，只要吃下这支部队，就能逆转乾坤，将宋军全部消灭。耶律休格在一开始就对曹边的大军展开了不停的袭扰，希望可以用这种方式使宋军疲惫不堪，宋军主力也因此粮草补给中断，不得不后退补给粮草。曹兵刚刚后退休整，右路军的将士们就不满意了，他们看到其他两路兵马取得的战绩眼馋，希望继续进军，自己也取得战功。曹兵面对多方催促，只得放弃休整，准备率军重新返回前线战场。但是此时宋右路军所面对的将会是辽军的全部力量，左中两路宋军还在会师等待继续进攻，这使得辽兵有了一个时间窗口，全力对付曹兵的右路军。曹兵部队虽然携带了50日的粮饷进军，但是辽兵的袭扰极大的打击了宋军的战斗力，就是这样宋军还是坚持进兵的错误路线。当宋军到达涿州时，已经是人困马乏了，辽兵的数量也远超了宋军的预计，曹兵决定退兵，这一退兵就造就宋军的大溃败。缺乏粮草的宋军一听到后撤的消息，军队就显现出了乱象，这种乱象是致命的，因为宋军多是步兵，机动性没法同辽国骑兵对抗。到达齐沟关后，宋军开始依托于粮车，为了防御攻势，抵御辽国骑兵的冲击，耶律休格没有硬拼，而是再度派兵断宋军粮道。宋军在粮草匮乏之下大溃，得宋江李继龙力战，大军才得以渡过拒马河，赢得喘息之机。可是耶律休格继续率领骑兵追击，将宋军溃兵全部歼灭，十万大军损失殆尽。至此宋朝所设想的口袋阵彻底失效，左中两路部队也成了没有支援的部队，两路部队也只得忍下被辽兵歼灭的遭遇。至此宋军最后一次主动进攻辽国的战役以完全失败而结束。本文作者屯垦七路，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家，萌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义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